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个公寓，这是一个公寓，它热水器啊、水管那边漏水了，之前会从墙壁的地方一直出水，然后师傅呢已经把那个墙面的地方把它打开来了。来，漏水的点在这边，这个上面那一只哦。好，现在打开来之后呢，我们要重新接管路。现在呢，就是把这个管路接明管，从这里接，经过墙壁，然后再接给这个厨房这边用水。好，现在师傅是把那个拿砂轮机要切管路了。拔不掉，拔不掉，我拔不掉。现在师傅在想办法把它拔断。断了一头啊！
现在师傅已经把这管路切掉了哦，然后到时候会装一支明管，然后从这边出去，然后从这边出去。那师傅现在在量个管路的尺寸，还有压接，把那个管路都压好。好。好，目前师傅就这样接哦，把那个地方截断之后，用压接管然后接出来。好，里面是这样子。现在已经有开水30分钟了。好啦，现在师傅都弄好啦。然后管子都接成明管了，然后这边再往厨房方向过去。然后之后就用白色的水泥，再把它抹一抹，抹回去，就这样子。